大家好，我是小石，朋友给小石打电话，家里有六棵老庄桂花，想要打包处理，性价比非常高，今天来特地看一下。一共是这么六棵啊，全部是这种老庄子，庄型非常好。咱们先大体看一下树型，一共是六棵啊，全部是嫁接的红花丹桂，俗称的八月桂。丹桂长势旺盛，全部是这种北方流苏嫁接的桂花，直径都在80多公分。你像这一棵抱石桩，抱着大青石，整体的高度应该在2.23米，冠幅在2.89米，都是大冠幅，全部带着盆。这种嫁接了10年往上，嫁接口啊全部都已经愈合。看下整体的骨架，骨架非常好。这一棵是个怪状，六棵当中最好的一棵。像这种北方桂花啊，全部是用流苏嫁接，冬天放在室外啊，非常抗冻，一点问题都没有。像这种盆栽桂花放在院子里摆放方便，摆放非常自由啊。有别墅有院子，地栽这么一对，显得格局非常大，很有品味。像这种八月桂啊，它到8月份开花，开花的时候上面的花非常密非常大，单桂开花花大色泽，香味浓，在院子种这么两棵啊，老远就闻了非常的香。就这么六棵哈，因为家里桂花太多了，管理不过来，想要打包处理，性价比是非常高啊。这一批可以说啊，性价比啊超高，质量都是不错的北方桂花，全部是老品。看一下骨架，骨架非常好，三分枝啊，都是不错的树形。这种大丹桂，大树底下好乘凉，盆栽的话坐在下面哈，喝个茶打个麻将非常不错。种上这么两棵桂花显得非常有品味，咱们北方的正宗桂花，嫁接的流苏嫁接的桂花。今天分享这六棵桂花，感兴趣的朋友们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，或者私信小石都可以。